两个月大女婴旁吸毒害命，毒父母各判三月。吸毒不止害己，更会害死你爱的人。基隆这对毒虫情侣最能体会各种滋味。女生怀孕时吸毒，生了孩子喂母奶照吸不误。他们甚至当着两个月大的女婴面前，用烧烤方式吸食安毒，害女婴吸入过多安非他命，并发间质性肺炎和早期肺泡破坏，一命呜呼。法官审理十年的女婴父母为了这事情已经受到身心煎熬，所以各判三个月，全案还可上诉。突发中心基隆报道。